今天的家庭会议是关于你爸下午把买菜的钱给弄丢了这件事，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怎么处理。为啥呀？丢了，我爸不是故意的。就是啊。妈，我觉得有必要处理。我爸又不是第一次把钱弄丢了。再说了，那钱是不是丢的？我爸自己清楚。你不要听他乱说啊，他。那你怎么说？那我能怎么说呀？那丢都丢了，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妈。那既然是家庭会议，那我们是不是都有发言权？不能提问题。我以前犯错的时候，我爸跟我说，他不打一顿，他不长记性。咋的？你要打咱爸呗？我又没说打，你要打他，你就提个意见。妈，你要再打我爸，我爸出去别忘拿哥。就是。那这个意见先保留。还有什么意见？妈，我建议。我爸丢的那些钱可以从他零花钱里扣。可以。那我一个月就给我20块钱，那我哪有钱了呀？这也不够可以扣下月呀，这也不够还有下下月呀。你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那我们来举手表决吧。同意从你爸下个月零花钱里扣的举手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彭永思，那你呢？三票通过，散会。一时风头有名气，不能败在他手里。